今天特别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这个头一次三分。今天没有风，就纯是太阳，有一点点吧。所以今天我必须要游泳了。昨天都没有游泳，不爽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投三分。这一次我感觉我能投不少。那边是我投三分的地方。不错。嗯，有点热。有点热，这还热吗？不热。现在你都没出汗呢。投两下就投了。嗯，能估计能投12个吧。12个。加油。那这一次你能投多少？估计13个。13个？嗯，你确定？嗯。
来一个，热，来。Vamos, ven.那这次就重复一个吧，确定？再重复一遍。我们这次来投15个。哇简直神了！
连，呜呼，OK， 我们现在这个三分已经投完了，最后的这个成绩呢，我感觉还是挺满意的。今天手感找到了，投的还是挺疯的，就是很炸裂。OK， 今天这期这个三分球就到这儿吧。如果大家喜欢呢，就支持订阅。祝我们下次见哟，拜拜。